大家好，我是香港小甜心。这里呢是沙宣道的富人区了。这十字路口三岔路口过马路的时候要特别小心。我刚刚看了好久啊，一下子一辆车，一下子一辆车。哎呀，现在有点热了啊，14度啊，现在太阳大了，有点热了。是霍家大宅隔壁的邻居家啊，他们两栋的风格不太一样。一起看看霍启刚、郭晶晶家的霍家大宅情况吧。右手边绿植环绕的呢是霍家大宅，这边白色的豪宅呢是他们家的邻居了啊。这边的环境优美，空气清新啊。这里的房子呢都是价值好几个亿的啊，院子里呢都有停车场可以停车的啊。往前走呢就看到霍家大门了啊，一起看看吧。好了，谢谢大家支持，喜欢的点个赞点个关注，来波强烈推荐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